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早上十点，精彩无处不在，真诚从不更改。FM 九十八点三兆赫，新会电台。以上报时由生活在水一方的骏景湾豪庭特约播出。生活骏景湾豪庭2800户人家的精明选择，戏剧的68至528人，生活的美。大手热线617-9988 617-9988。骏景湾豪庭，生活在水一方。依家由同乐报道新闻。我省在前日召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新会被列入今年的试点单位。今年我省进一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范围，目前已经确定了包括